什么秘密来啊？你的包包里秘密东西啊？有秘密？有很多秘密，有秘密，因为美丽的秘密都在这个包包里。我随身携带。真的？对。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巴黎的读者们分享一下？当然可以了，因为其实我的秘密都在这第十二届的体面奥斯卡里面哦。超厉害的，对，那你要不要从头到尾跟大家分享一次？好啊，其实很简单，女人秘密要先从外而内开始嘛。第一个就是晚上我要做保养，白天我要做保养，所以我需要这一瓶维他命 C。你知道这瓶的秘密，神奇秘密，就是因为它白天晚上都可以使用。哇，所以你从白天就可以白到晚上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都白吗？超美。来。我们爱丽丝滴一下，好，周老师滴一下，告诉大家有什么感觉？刺进去了，刺进去了吗？进去了，哦，进去了吗？哇，而且还很滑哎，对不对？那这就是我白天的秘密，让自己白天能够变得更亮更白，然后晚上呢也担心它这个暗沉的感觉。是的，在这一瓶之后呢，我还会用一个，我根本就在阿尔卑斯山。这是什么呢？玫瑰精油，因为我觉得脸部需要做一些保养、一些基底，所以在上妆之前，我会用这个阿尔卑斯山的玫瑰精油，而且是千朵玫瑰，好吗？来保养你的脸部。听说玫瑰啊，它一千朵里面才能够挤出一点点的玫瑰精油出来，所以它超级的珍贵，好吗？而且你们闻那个味道，是很香，而且保湿。对，有保湿，超保湿，香女人，香女人，每个秘密就在这里吗？而且呢，它吸收了进去之后啊，你上了其他的保养品，应该会更加倍的。好了，保养品上完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当然了，我要你隔离霜，好吧？女人总是要稍微把一些黑的、白的、红的瑕疵偷偷遮一点点起来。所以啊，在玫瑰精油之后呢，我又用它来隔离。而且使用前要先摇一摇，因为啊，摇过了之后呢，它能够把水溶性跟我们美白的遮瑕的，它能够互相的混合，然后你用在皮肤上了之后，它会有多一层的保护层。对，所以而且它能够折射紫外线，而且你知道它有这个防晒系数是50%，是的，对，所以还蛮高。所以在玫瑰精油之后，我会使用它，会让它更容易附着在对附着在。我忘了爱丽丝，爱丽丝哎。嗨，爱丽丝也要一点，对，晒太阳，而且脸部真的是需要美丽，好吗？味道很不错，而且你知道它这个颜色其实是蛮透亮的，就是你在粉嫩粉嫩，你在上底妆的时候，它就变得超透亮，而且保湿，而且味道舒服，它不会有负担。对，然后用完了之后呢，我就开始现在最流行什么气垫粉底，而且要怎么样呢？可口可乐不是拿来喝的好吗？是拿来擦的。那气垫粉饼呢？它本身啊，它只要轻压了之后，它上去，在我们的皮肤的表层，它会有一种透气的感觉。而且它本身呢，它不会太白，但它会慢慢的融为一体的保护膜。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只要稍微轻压一点点，就这么一点点。然后我刚上一些基底，有没有？拍上去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刻 ，magic！ 大家看到我的手，美了，白了，哇塞，好亮白，而且亮，就这样子，一点点分量就分量一点点就够用了，对不对？对的，所以呢，它的折射紫外线它会是加倍。那当然了，脸上擦完之后，身体也不要忘记了，身体要防护好吗？所以老师，我选择是这一罐。哇，瑞怡姐你选的真好哦，它是 PF50 的加对啊，所以呢它会变成一个隐形的防护罩在你的身体上哦，所以大家不要忘记了哦。那这防护罩在这里的时候，来艾丽丝，嘿，手来，老师，哟，它有很淡淡的香味哦，香，而且它超容易被肌肤吸收的，它可以全身的肌肤都可以用。所以我喜欢这个味道。我还有个秘密是随身携带的，前方风灯水是这个哦，是拿来做什么的？你们知道吗？它是拿来擦脸的。哎呀，你们误会了，我是拿眼睛下面一点的地方。对，它是拿来擦脸。
脸的好吗？你看，哇，怎么那么样的浓稠呢？为什么老师？因为这是玻尿酸，它里面的保湿成分，所以呢，它会很快速的渗透到我们毛细血管里面，然后再借由毛细血管渗透到我们的皮下组织。对，艾丽丝，手来。哇，好水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出差的时候还会带这个小袋子哦，这袋子有一个粉红色的东西。谁要玩吗？哎，它是保健食品，让你不闷不痒，然后呢不会觉得不舒服。朋友来了，一样是快快乐乐的。哇，对，你姐你很聪明哎。嗯，我们来看看它的重要的成分。所以我选对了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我体内也需要环保一下。所以老师，我现在用的是非洲芒果，就是它。它的本身呢是不含防腐剂的，而且呢没有重金属哦，而且它有 SGS 认证呢，而且呢它在使用的过程中它是非常的健康，那只要记得要多喝水。对，它是冲泡式的，所以它有阿萨姆红茶的味道，伯爵茶的味道，超好喝的。所以如果说你每天大鱼大肉吃大餐的时候，我都会让自己喝一包这个。所以我今天包里的秘密都被你们发现到了，这是美丽的秘密。所有的秘密都在我们的芭比杂志里面哦。所以要跟瑞琳姐一样漂亮的话，赶快来参加这个哦。快来参加